感觉。他们就是今年没跟到不爽。他就不愿意啊，就是有一堆人在这样塞，没房间睡车上他也甘愿。就是要进去就对。晚上进去又不必门票。啊，可是看起来那种灯光就……那就气氛不一样。哎呀。好香哦，只要那个刚好那个最旺的，因为它是重整片，还有水汽啊。其实呢，有人还挺喜欢的，我觉得哦，有啊，很多这种人，我认识蛮多的。花园就有了，随便公园就有樱花可以。对啊，人家苗栗的公园随便都有。这个。大街那一条大路，哦，整路都满樱花。